全军出击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补丁。看招。这螳螂自己去打野去，俺们打个猴。好猴，我又回来了。老猴，好回家。来个攻速，来把长剑。嗯，行吧。其实两把长剑会好一点，这样我们出小弯刀出的就会快一点。我要是这包女，我指定闪现扑她。我闪现一个扑接个扣，然后我就直接 W 走。这螳螂反正二级，他也好像是没有。这波不打了。这波的老猴啊，兵太多了，忍一波。现在该我了。我可没空啊。去不了。去不了，兄弟。没办法。你看我这线儿，我真去不了。拜拜，打不着，哎，白耗血。那包女很有可能就在我旁边，知道吧？小心点，你看这猴的走位。插个眼儿的，没在呀，没在，你装什么杯呢？看招！这老猴行啊，这老猴。叫包女赶赶我是吗？现在该我了。你们这是全家总动员呢。拜拜。严阵以待。破败了，马上啊。破败了。
兄弟们，差个1100块，我们就无敌。这波直接上去干他，上来就减速。这老猴啥意思啊？你这不聚聚了吗？你这推了吧，这波推了能吃塔皮，这波要不推虽然能控兵线，但是我们吃不到额外的经济，知道吧，就没有办法进一步扩大这个优势。拜拜，老猴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干哈呀？没完了是吧？啊？一下，两下，回血。哎呦，这也能死，没有关系。问题很小。让这包女儿拿了个900块。猴呢？把猴大给他打了，先把他大招给他打了，然后塔下我们就能杀他了。咱也不知道这猴要干什么。使出浑身解数，想要将我击杀呀！猴，猴哥，你这回你还咋玩？你说你，你点眼也交了，大招也交了，闪现也没有，你说你咋回塔？这塔你都回不去。猴哥，在我这玩猴，没想到啊，我又回来了。找到他，哎，别回塔了啊，这塔不是你回的。让这两个小兵卡在这里，让防御塔吃到更多的小兵，然后这个塔呢给他放在这里。哎，不行了，卡不住了，算了吧，推了吧。
哈哈呢？这是啥意思呢？哎，别砸我！呀，这包女儿，三项多少钱？差500呀。没事，我们有水龙。这个猴哥呀，如果旁边没有人，我们还可以杀他一波。生了。钱够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耶，不行，差一点。最后一波，好吧。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的，哎呀，就是这么头硬。来吧，我再杀这猴一波。哪去了？哎呀，好疼啊，猴哥！把这塔给他扒了吧。呀，吸错了，我这机器人来了就有点意思了。溜了溜了，哎呦，这波呀，这波确实有点难受了。哼，这波让艾瑟给我射了，这要是我半年前，我指定跳远给他躲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刚才看见艾瑟那一剑，我想躲来着，你们知道吧？我想查人躲来着，但我为什么没躲？因为我犹豫了，因为我在想到底是走位把他躲掉，还是说直接跳人给他躲掉。我直接跳人给他躲掉，后边有机器人肯定他勾我，我就没办法了。所以我想的是什么的呢？不行，实在不行我就走位躲一手，这就是犹豫了，你知道吧？犹豫了，你都没眼儿，怎么没眼儿？刚才有眼儿。犹豫了，真就是犹豫了。这波要是没犹豫，我们就跑了。下回还是秀一手吧。你别管你躲了以后到底你死不死，最起码你操作了，对不对？下回咱们还是操作一手，别犹豫啊。机器也是可挺烦人的，我这就烦。好闪现！
你在干什么啊？我们去把上路拆了去。这上路不是没人吗？我才发现他们家艾瑟好像挺肥呀，560。这，哎，我走，我死不了了，我溜了。猴哥，真不是我说，你打得过我吗？你就追我。我要不是后边有个包女，我就上去锤他去了。我这么点血，我怕那包女一镖给我扎死了。老猴，你往哪走？你知道我什么皮孩，你什么皮孩吗？你不知道。嗯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是真猴，兄弟们。呀，这是假猴。拿什么红啊，都三路都破了还要拿红。他害怕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我来个这个吧，1.8，可以。反正我们都结束了，下一把了。在我这玩猴，我本来想玩猴的，不让我玩猴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小伙子，一个灵石妖送给你，出个西兰刀吧，无所谓。那上路英雄每个都是缺蓝的。可以，吸，那鳄鱼盖伦那不用蓝的英雄，那说啥呢？别杠啊，这老杠什么？别杠啊！